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44面，444面第二行。从当中止观七者里看起，止观七蕴，以无智慧故即言有我，以慧观之实无有我。这个下面还有四句，国在何处？头足之解，夜夜地观了不见我。所以把这个身体以及能够思维想象的执着生活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见解这都是一种错觉。所以经上讲没有智慧，这个计就是分别，度就是执着从分别妄想当中产生的一个抽象概念实际上无论从物质从精神都找不到我所以有智慧观之呢，这是有智慧的人。前面是讲无智慧，认为有我；有智慧的人呢，他晓得确确实实没有我。下面就举例子：我在何处？如果说头是我，手足怎么办？头手足全是我，那将来成佛你要成多少个佛这个在逻辑上讲不通如果像现在科学家分得更细了，身体每一个肢节每一个器官分析成细胞，细胞分析成原子不断再去分析，现在科学家已经看到量子一毛一尘之微点我们在前面读过这个微点是一个电子的1/亿分之1，也就是100亿个微点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电子这样小的东西它也具足了五蕴色受想行识，这是不是我？不能说是我要是我的话，这个身体
有多少我？真是无数无尽啊！又圆人论也，形骸之色，这是色身物质现象。思虑之心，这是第六意识心理现象。从无始来，因缘列故。这因缘两个字重要啊。因缘列故啊，念念生灭，相续无穷。这几句话我们应该很清楚。我们知道所有的现象都是一种相似相续相，没有一样是真的。如水涓涓，前浪去而后浪来啊，如灯隐隐啊，灯这个放光，心焰生就焰灭啊，今天电灯也不例外。前面这个光明灭了，后面呢光明就又升起来了，都是一种相续相，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身心假合，叫假合合啊，四意好像是一个身体，四常好像它常常存在，实则刹那之际生灭无穷啊！这个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真相啊！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单位是兆啊，凡愚不觉，凡是六道凡夫，愚是谁呢？愚是指阿罗汉、辟支佛、小乘人呐，他们不知道啊。不了解事实真相，执着为我，保持我故，对我的身心用尽心机去保护它。不要他受到伤害。不要他断灭。及其贪嗔痴等三毒。三毒极易，这个极就是功的意思。功动啊一根。发动身口啊，造一切业。这个造业的现象从哪里来的？这几句话讲得很清楚啊。
一切恶业的根源呢，就是贪嗔痴，三毒啊。里面有三毒在发动，身口意就造业了。意识念头，不善的念头生起来了。什么不善念头呢？贪嗔痴的念头。诸位要知道，贪嗔痴在摩那识里头不造业。它有毒性在，它没有缘，必须通过意识，缘就成熟了。意识第六意识，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就造业了。也就是说，三毒在摩那识里头，它是潜伏。我们叫潜意识，到第六就发作。它就真起作用了。所以这个地方这句话说得好啊，三毒即意，发动身口，造一切。一有染业，有净业，有善业，有恶业。种类太多，没有法子计算。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为什么它是念头生的？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知道，一弹指32亿8000年。它念念相续，永远不能停止。谁不造业呢？真正不造业的，只有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里面的法身菩萨，他们不造业了。为什么？他们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所以叫成佛了。叫涅槃了。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包括佛菩萨，全都在造业。佛菩萨所造的净业，净而不染声闻缘觉所造的。还有染污为什么呢？它有分别，没有执着，它有分别。染污的程度轻，不像六道那么严重。六道有情执，所以它有严重的染污。
啊，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晓得。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把起心动念放下了，那就是无明烦恼断了。啊，起心动念叫无明，自然现象，自性里头没有的。啊，自性本定，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叫自性本定啊，所以十报庄严陀里面的人不造业了啊，他们得到的是性定啊，就是自性本无动摇，在这个境界里头，这是好境界。啊，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自性。啊，净宗里面回归常寂光净土，这才叫究竟圆满。那么六道里面果报就复杂了，差别太大了。六道是染业，里面有善恶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呢感三恶道。善恶的类别程度非常复杂，所以果报的差别也就显示出无量无边的无尽无数啊！啊，它是随着念头在转的。也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执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一段是讲的人我啊，我是正报，法是依报，除了我们自己六根六识之外都叫依报啊，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依报叫法，总代名词叫法。所以下面说，在因法者，总为因缘所生，业无常依正果体。啊，这叫法无我。啊，前面我们这个身体，能思维想象的第六意识，我们把它当作心。啊，我心我身都是因缘所生，那外面一切诸法呢也如是，也是因缘所生，所以它也是
没有常依的我体，啊，就是自体。大乘一章第二卷，说法无性实，实实真实。啊，意思就是说，法没有真实的自性。啊，他的底下挂符说得很清楚，一切法皆无真实。故云无我啊，这个无我是法无我，前面是人无我。啊，换一句话说，我与一切法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故十地经论也，无我智有二种，一是我空，二是法空。我法居空，了不可得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22年讲般若经，这是般若经研究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帮助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没有智慧以为是真的，啊，身体是真的，身外之物也是真的。啊，你看你是执着的，你的财富以为是真的，你的田地以为是真的，你的房屋以为是真的，你的亲朋好友是以为是真的，你的事业以为是真的，全错了。啊，什么时候你能够觉悟到这全是假的啊？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执着这些东西是真的，把假的误认为是真的，你那个真的自信呢就迷失了，不是真实了，迷了，你看不到了。啊，你以为所迷的那些是真实，这是经上所说的可怜悯者，真正的可怜呐！你自信里头有无尽的智慧，无量的德能相好，啊，通通都显不出来了。说显不出来，
这一句话含义很深，不容易明了啊。我们换一句话说，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显出来全变质了，不是他本来的样子啊，本来的样子应当是佛菩萨的报土啊，十报庄严土啊，应该是那个样子才对呀。怎么会现十法界？怎么会现出三土？啊，这个扭曲，扭曲到不像话了。啊，扭曲的太过分了，扭曲到自性法界还可以，还勉强。啊，扭曲到六道。扭曲到三途。那就全错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扭曲到三途里面的地狱，你说多苦多可怜，谁扭曲的？自己啊，没有任何外力加给你，因果定律里所说，全都是自作自受啊！啊，怪自己迷失自信，迷失的时间太长了。迷得太深了。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千呼万唤你都不肯回头，你回不了头来，自以为是。啊，这个在菩萨烦恼里面最严重的就是疑惑。对圣贤教诲的疑惑，对一切人与物视线的迷惑，真的很难回头啊。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一摄圣贤教诲，应该有200年了。200年当中，这些人愈迷愈深，居离性德越来越远，啊，造成今天社会动乱，给地球灾变，啊，不但地球灾变，整个太阳系有了变化。啊，银河系有局部产生变化，
这不是小事啊，这是大事啊。诸佛菩萨圣贤的教诲，还留在这个世间，非常可惜，没有人学了。有些人学，不得其意趣，也就是说，不竭其意也。不明其道啊！但是学总比不学好啊！阿赖耶里面多少落下了种子，来生后世有缘呢，又遇到了再学习。所以为什么佛说成佛要无量劫，原因在此啊。不是我们舍掉人生来生又做人了，不是，没那么容易啊。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随业流转，自己做不了主啊，随业流转的啊，业是什么？业是你的念头，你自己做不了主，念头不定，一会想东，一会想西。啊，善恶混杂，你仔细再去思维，肯定是善少恶多。烦恼心所26个，善心所11个，百法名门里头排列出来的。恶心所比善心所多一倍还要多啊！所以学坏很容易，学好非常困难。这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善心所少，恶心所多。起心动念肯定是恶念多，善念少。对自己都迷惑颠倒，何况对外面境界。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实在说并不难知啊，就摆在我们面前了。如果心清净，这个是求学，无论是世法是佛法，原理是相通的，要用真心去学，用清净心去学，用智慧心去学，你才能学到。这些话说的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没有清净心。一般人的心总是有疑有虑，有疑惑有顾虑，有贪有痴，
啊，这些东西对我们学习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啊，为什么？它障碍我们正信。让我们对所学的产生疑惑，让我们对佛菩萨起疑惑，对古圣先贤起疑惑，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为什么把疑写在根本烦恼里头？根本烦恼六个，疑是第五个，贪嗔痴慢下的就是疑，不是对普通事情的怀疑，对自信怀疑。对法性怀疑，对佛菩萨怀疑，对圣贤怀疑，我们纵然有心去学佛、去求道，都不能成就。啊，一定要破迷开悟，你才会有成就。因为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经教是从真心流露出来，我们的自己心不真，就跟他格格不入。啊，展开经卷，字字句句我们都设了障碍物。啊，天天读诵，天天希望，最后是落空。啊，我说障碍没出去。所以佛在经上讲这个信字，讲得好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个信心呢，啊，是佛道的根源，一切功德之母，就是信心能生一切功德。啊，疑心学佛可以给人福德，不能给你功德。啊，福德跟功德不一样。啊，福德的果报是你在六道里头得到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无欲是财色名食睡，你能得到丰足的享受，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功德不一样啊。功德能帮助你成就决定慧，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能帮助你到极乐世界去成佛，那是功德。啊，学佛对什么是功德，什么是福德，要分得清清楚楚。
啊，如何能保持功德？那就是忍辱。忍辱能保持功德，布施能创造功德。啊，他需要忍辱去保持。啊，功德才能起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开智慧，真妙苦。啊，真妙觉的果位，啊，真得万法皆空，啊，我大般若里头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是这个地方四个字，我空法空。啊，真正与我与法不执着了，全放下了。我只放下，烦恼没有了，就我空啊。法只放下了，知见没有了。你才能见如来，见如来就是见性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你才得世出世间无与伦比殊胜的功德庄严，你得到啊。又《金刚经》曰：“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这不是假的，真的。法身大士啊，通达无我，就证得无我。通达无法，就证得无法。再教下书，彻见诸法实相。啊，人相、法相都包括了。彻见呢，一切法的真实相。啊，如来说明这个人真是菩萨。菩萨是觉悟的人，他真觉悟了，心里面一切时一切处不知真乎，大功无私啊，不知众我就是大公无私，不知这法呢，平等一如啊，万法平等一如啊，
这个境界长极光里都有啊，设法界里有相似，不是真的。啊，相似就算不错了。再看底下一段，讲四无量心，大慈大悲喜舍身，啊，大字灌下去，大喜大舍，慈悲喜舍。名四无量心，慈无量，悲无量，喜舍也戒无量，能娱乐之心也，希望一切众生得乐。这是佛心，这是真心的。一般人看到别人得乐，他不欢喜，他有嫉妒心。看到一般人在那里吃苦，他很高兴，他有侥幸心，有好胜心，这些心全是烦恼。而且是很严重的烦恼，障碍我们修学决定慧啊。这个东西要不去掉，我们修学功夫怎么得力啊？有这个东西掺杂在里面啊，我们诵经的时候这些杂念掺杂在里头，念佛的时候也掺杂在里头，把平常功夫全都破坏了，功德没有了，剩下来是福德。这个不能不知道。现在在这个世界，几个人用真心，这包括自己，自己要冷静，要认真去观察，我有没有用真心。啊，对待佛菩萨，对待经教，对待同学，对待老师，有没有用真心？如果没有用真心，果报很苦啊，啊，很凄惨呐，啊，在哪里呢？
在三恶道。我虽然没造三恶道业，我的长辈，长一辈的，长两辈的，长三辈的，他们造的有我业。他们的恶业会影响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太密切了，肯定受影响。既然受影响，你就没有办法脱离果报啊。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处在现在这个时代，感不谨慎嘛，还感造恶业吗？我们知道，也必须要知道。变法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呢，人人知道啊！他心里面想一些坏事，我知不知道？知道，你知不知道？也知道，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自信是通的，就像互联网一样，阿赖耶也是通的。无论哪个人造什么样的业，这个信息我们立刻都收到了。速度快呀！还原观上告诉我们，畜生无尽，不管是善念是恶念，都是畜生无尽啊！我们听话，听佛的话，听经典的话，依教奉行。魔就不能来干扰。这烦恼习气是魔啊，烦恼魔嘛。我们的心才能定得下来。心真的得定，就是三昧现前。一般也不要很长时间，二三年，你就得三昧了。三昧要能够累积，肯定开智慧。我第一念心是定的。第二念心也是定的，第三念心也是定的，念念将心止于一处，就生智慧了。佛祖千经万论了，
处处之贵也。不是他有什么过错，我们看不出来。为什么看不出来？糊涂，没智慧，没定功，甚至展开经卷，不耐烦。这种人怎么办？难度啊！劝他放下，他放不下。求知欲望很强，他怎么肯放下？啊，说圣贤人叫他一门深入，他怀疑。没有一个好的例子，一门深入尝试熏修的结果他看到了，他没看到，难以相信呢。这一句话把他的前途断送掉了，他不相信。所以学东西没有无师自通的，都是向老师请教学习，奠定基础，往后如果是真精进，锲而不舍，可以超过老师。啊，这就是谚语所说的“亲出于懒，而胜于懒”，比懒更美。全从真诚恭敬当中来的，这可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学东西，入不进去，主要对他没信心，对他怀疑，没有一点恭敬心。啊，漫不经心在学习，以为是学习了，其实没有。啊，经典里头正确的意思不知道，所理解的是自己意思，不是经里头的真实意义。